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梦梦，现在我在布达佩斯呢，现在要去一个队员的房间，大家猜猜是哪个队员？我们来看一下。来了。噔噔。Hello。你是谁呀？我是钱红婵。钱红婵，大家介绍一下，你在房间里都做些什么？拍照。给我们看一下你的相机。拍立得。这么可爱。来给我们看看你们都跟谁拍的照片啊？请看这边。哇，这么多啊！来给我们介绍一下。这呢，我跟陈教练。陈教练。我跟茂茂姐。跟王哥。王宗元哥哥是不是？对。王哥，还有呢？还有吗？还有，乐姐跟西姐，露西。嗯。是一个小粉丝给的。一个喜欢你的姐姐给的，对吗？对。给你的祝福的语言是不是？嗯。你跟喜欢你的这些姐姐哥哥们说点什么？感谢你们的支持，我会继续努力的。是的，我们会继续努力的。